到底有多少皮鞋？啊，鞋底？没有了吗？上次都是买一送一啊。我怎么看起来你的鞋底已经平了？我觉得你本来就是平的。是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因为我觉得你那个看起来会摔死哎、欸。你说原地滑倒？对啊，会原地滑倒。什么底啊？橡胶。应该底都是橡胶啊，那我底是？那我们去马桶。快！